第十二题，请听题。甲骨文是汉字的鼻祖之一，主要使用在商代。请将下列甲骨文单字与其代表的农作物照片相连线。又是一道连线题，有难度，大家好好发挥。答题开始。这个首先得分清楚五谷，然后呢再从字形上来进行判断。确实难。时间到，十二位选手都已经锁定了答案。从答题的时长上来看，这道题依旧难度不小。悟空，你在认这四幅图的时候认准确了吗？我没有分清楚高粱和小米，但是我主要我觉得很意外，就是壁上面明显有一个水字啊。我是北方人，但是我竟然没有分清小米跟这个高粱。这四种农作物我是认识的，但是四个甲骨文我只认识麦。哎，这已经上去一层了，就是图你都识读出来了，但字没对上哈。第一个是水稻，稻子肯定跟谷粮，稻谷稻谷。二是麦，三应该是粟，就小米。不错呀，我们一起来揭晓正确答案。A 与三相连 ，B 与四相连 ，C 与二相连 ，D 与一相连。哇！哇！哇！天哪，只有一位！哇！什么叫一枝独秀？这四幅图你都能认出来它们是什么吗？是。这么准确的认出这四种农作物呢？因为以前看过那个五谷，它整个种植的时间呀，包括它们图片，麦我肯定是确认，我是北方农村长大的。然后稻谷肯定能确认，然后小米也经常吃。然后你再推测它的整个这个四个甲骨文它是什么字，通过我们典籍中记载的某一个农作物就可以连起来。好。这道题也深刻地反映了一点，我们国家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这道题老师们有什么要说的，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甲骨文里头有很多是象形的，就是它是画，具有画的这种性质，就看到它你可以猜。所以我想啊，这些东西啊，它是研究当时古人生活的一个重要资料，它不光是一种简单的一个这个文字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题对于现在这些答确实难，尽管答错了，我觉得思路都非常不错。我们在感慨祖先的伟大智慧、伟大创造的时候，其实也真的要感谢甲骨文的研究者。你想，青灯黄卷，冷门绝学呀，我们今天还能通过甲骨文的试读去了解我们先祖们他们曾经生活过的那些宝贵经验，不正是因为甲骨文那些甘坐冷板凳的研究者吗？所以我觉得此处也应该献上我们崇敬的掌声，谢谢他们。